老板多吧，都差不多。走了走了，兄弟们，上飞机了。你是哪个团的兄弟？我鲨鱼类团的呀，啥呀？我操，鲨鱼内团。不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们这个队四个人，四个团。啊，你们都不在一个团啊？不在，在这。哎，是吗？不是，没有，那洗了，在那个袋子里面。快来快来，上飞机了，快走了，没人打了。我他妈另外一个游戏号，我他妈密码忘记了，我真的是想吐了。开了，我上厕所，我去，哎，我上车，我去上个厕所。怎么会空投行动上顺利完成。啥？你刚说啥？我说开了，我上车去上个厕所。有点急，又没听到，这飞机太大声了。我说我去上个厕所。OK，我也去。这空投不能捡吗？可以，5秒，看这有时标间。记了一处地点。哦。好了。大菠萝，看到没？你那个3周年安全区探测器。看到看了，到了上吗厕所。？OK，我也去。飞那个，哎，我们刚才是从哪个场景过来的？我操！快跳，快跳！妈的，我女朋友又不见了。啊？他女朋友不见了。总感觉这个飞机上有老六，我操！我不信这全中心这个飞机没人来。这去桥头吧。那这个3周年潮玩舞台怎么用？有那个啊，你最近在干嘛？我操，你都不打了吗？没打，不是前段时间打，后面有辆车。前方有危险。哪里？蓝色马，绿色马丁。前方有危险。我2个月没打呀，两个月没打，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2个月玩都没玩，看都没看。那马丁在哪？前天才开始玩的，估计不知道了。动了吗？那前方有危险，干他，摇他。OK。好孤单，好寂寞。50多个人，我不信，完了我不信这不掉没人来这个飞机。靠，猛飙血不掉轮子似的，我靠！没有，我一开始有玩的，我在这边都待2个多月了，然后刚来他这个时候网卡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2天玩那家网又不卡了，网卡就不玩了。我操，那你不接单？